一般老师的脚伤还好吗？都很担心。是，我可以帮你。很好，所以也让志玲姐姐看一下，哦、对不对？我想念我妈，今天可以滚砖搭档，很开心。你的头像有点大。像吴北老师跟志玲姐姐就可以更靠近一些些哈。哎呀哎呀哎呀，哇！志玲姐姐还把脸凑近，太可爱了。好，来，我们正前方在一起拍个合照。那你有没有考虑跟吴北老师一起来 pick 一个？既然这次很难得有机会看到这么高阶的。好啊。我是很开心的，我就看老师觉得怎么样。他有时候经过人家那个李明在办一些活动，说：“哎、欸，那边有活动，要不要顺便唱一下？”他就说：“这场为什么不接？”我们家的他就会一直笑。这礼拜有个活动，可以路过可以去。他只要看到舞台，他就说：“这场干嘛不接？路过为什么不唱？”野台哦，很野。你有曾经这样那来唱我真的上去吗？也还没有啦，也还怎么上？我们邻居的啊，那种就不迟啊。你那个野台你上去，那上面的人我整个慌掉了，他们都是排好的，你打断人家，人家没办法。阿公阿妈说不定他那天中秋节真的差点想杀上去，一个上面很多阿公阿妈拿扇子在跳舞的。他说：“你觉得我线上去会怎样？”他们想说是谁？不认识。昨天有一个新闻。创作以来从来没有那个遇过瓶颈，写歌都没有遇到瓶颈过，是真的。谁说了？杂志的，你不认为这是瓶颈？哦哦，你对创作这件事情啊，你表达的不好。不是没有，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就是没有。我的意思是原文啊，原文是说，我觉得创作艺术来讲，我觉得都不是。创作人本身的瓶颈啊，那当然我也不是说别人的瓶颈，是说通常我们要跨越的是怎么让人家接受我们的创新，而不是我们没创新。我觉得是这个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的创新，我们可以不断的天马行空，可是如何让大众也接受我们的天马行空，所以这个是最难的。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天马行空，如果有人不认同，就不是。这可能就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双赢的作品，也不能说是不成功的作品，就是可能你觉得你很喜欢，但是大家不认同的一个作品啊，或者是大家不了解的作品，或者是默默无闻的作品。创作的时候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打经常会被认同吗？会被谁打枪或什么之类的？打枪不会啦，就是说，可能啊、以商业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唱片公司，他可能会听你十首歌，他可能选大众喜欢的歌，他就不会选你觉得很棒的作品啊，就类似这样子。这样你会沮丧？一半一半了，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互相，这就是互相，因为商业有商业的考量，那你如果坚持自己的考量，你得自己承担。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因为没有尝试过，但是数据来看，你说这些歌确实大家都很喜欢的，对啊，那没办法。那你有曾经很坚持说你们就是要用我认为要跟他赌一把的那一种决心？我其实没有这种举动，没有，我只是把这种比例加大而已，就是说这种作品越来越多，撒网式的。变瘦啊？啊？变瘦？没有。哎，体脂肪降低。是有去对运动啊？数字多少？数字。体脂肪吗？五吧。五。原本大概多少啊？原本大概八九。八九，本来也不高。嗯。啊。怎么会突然降低那么多？就运动啊。嗯。
对，体重没有变。然后身材线条更明显吗？不是，就是爱运动。啊啊！扮演的是怪兽。对。你那个从以前到你以前做过很多工作，有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吗？在还没有。我没有做过很多工作呀，我做过服务员过，但是没有领薪水，对，在牛排店，然后那时候是外场，可是我有外场障碍，所以我就跟老板说我想去后面洗铁盘，我就去洗铁盘，然后洗了两三个礼拜吧。我就离开了，就没拿到钱。不是，因为我同学，我们是同班一起去打工嘛。我同学就他一个礼拜他就不做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很辛苦，不是很辛苦，就是我一个人很无聊，很无聊。然后，对呀、啊，然后我觉得不适合我，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责任心很重的。然后我去点餐的时候，我点的乱七八糟，我又不会写。然后重点是他点什么，跟我写的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不是，是店里规定没有。店里规定就是，比如说黑胡椒牛排，但你写的不是黑胡椒牛排，就是另外一个术语。哦。这很奇怪，我就完全没有办法连接。然后我就不会，我不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写我的。然后我就被骂得很惨，对，所以我觉得不适合我就没办法。但是我洗盘子还洗得非常干净，但我洗得比较慢，因为洗得比较仔细。所以你有大评估一下，就说自己其实不太适合服务业，以前就是说做了这几项工作之后，我觉得服务业是需要天分。那怎么讲呢？服务个人跟服务一群人是不一样的，对，那很难形容。对，那我觉得服务个人这是要非常高的天分。那我们就是比较适合，就是服务大众。那所以你平常是会自己去看，就是大家对店家的评论吗？我经常看，因为他们都会直接 at 我嘛。现在都是就是，网络时代，所以他们一喝，只要有在网络活动的朋友，他们基本上都会 at， 那我都会看到，大部分了、啊，某些了、啊，那我都会直接看，有一些都会直接在上面写字啊，说今天怎么样、啊，然后或者是今天有什么插曲啊，有什么意外啊，但是。啊，售后服务很好啊，等等的，那我就很开心，那赶快跟我们总部反映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续怎么处理的，这等等的事情。对，尤其是我们加盟店，有的时候，一开幕的时候，然后人潮太多，那他们手忙脚乱，对，所以就会有一些插曲了、啊，小小的意外这样子。饮料店有曾经被就是反映过说不合他的胃口吗？当然一定有啊，怎么可能有一个东西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不可能啊！就是我们，所以为什么要有不一直出各种产品？其实就是要抓到各种人的喜好，然后不断的出新的东西，研发新的口味，对。然后我们也会去尝试去喝别人的东西，去了解，别家店的吸引人的地方。那看到哪一种就是评论会觉得比较走心？就是评论吗？对的。就是我很开心，就是大家可以喝到我们的产品跟别人的不同，然后我觉得是很骄傲的。刚好也是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所以，这样就会觉得很开心，就他们吃得到。那